友姐妹会一起在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夫妇档还蛮多的，对，因为我们常常讲了一些啊，这个家庭中这个大小琐事等等等。那我就想到啦，就是平常我们在街上，你有没有看过人家那种夫妻在吵架的场面？那个其中的翘楚是何豪杰吗？啊，应该不是的。当然不是。像我这么一个这么小男人，这么疼老婆的，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。因为你吵了，家庭下去了，做家庭，推不下去了。一个女人就是她什么都对的。其实我很不想这样讲，我很想讲实话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来非常觉得这场面真的不舒服，都是你生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没有一个男人，你也是不有男人啊，就是唯一我这个男人，没有一个男人，没有一个来的。我很怕随时哈讲不对话，动辄得咎。没错，就是像刚刚这个样子，真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今天首先来请这个所有的姐妹们哦，把这个你曾经在公共场合看过，或者是也许你自己曾经做过，你觉得会让这个路人觉得不舒服的场面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玩一种那个古时候这个很红的节目。哎，有一个节目有没有叫做大家一起来？这是哪个年代的啊？我完全没看过，我也不知道哦，真的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咯。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这个九宫格的板子，他们曾经看过或曾经做过的某一些事情，是不是都在这个最容易发生的这种公共场合，哪些夫妻类型会容易让人抓狂的场面。那首先我们就看看Sandra 你写的就是 Fight 吵架，在我们的九宫格里面有没有？活泼浪子，所以你有看到过啊？我近几个月带小孩去看医生，那一天刚好医生人很多，然后我们在等嘛，然后有一个爸爸、一个妈妈、一个小孩，小孩我猜的大概就是二年级，应该八岁，所以都听得懂。然后妈妈对爸爸很不爽了，然后妈妈就是可能你听起来那种已经在吵架，从家里来了。然后妈妈对那个小孩生病的步骤就是很不满意，然后妈妈就是在跟你讲的，你看我就跟你说了，动不动就是感冒，动不动就是感冒，动不动就是感冒。你要的话，你自己在这边等，我再不要在这边等。他就是心灵哎，他不是心脏啊，我要在这边等改什么？这小孩都听得懂。八岁好多哦，我又不是我自己要信这个信的，可以说我们两个信就一起信好了，再想信就一起信了。快说懂啊！我是百般的不愿意，就是啊，我这个话我讲不出来，跟我老公吵架，我不可能是跟人家说，你要的话，这个小孩就是你心，现在不是我的心，你要的话你就拿走，是他生的，我就是你懂吗？可是我已经听过这一句话好几次，我已经听过这一句话各车可能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老我觉得受不了，不能讲，因为夫妻吵架有眼光，小孩是无关，不要让他们看到，没有关系。对，在台湾我听过很多，可是我来又会想，在英国，对啊，英国没有吗？我本来想过说没有，可是我后来想，好像也有。可是我们要你们很恐怖的，我讲我一个东西好了。跟她老公很会吵架，然后有一次才开车子嘛，她老公开得很快，然后哔吵架，我讲一次你讲一句，我讲一句你讲一句，然后她老公，比如说我老公也是这样子，你就开车子也吵架，我开车子开得也快了，我就好像弄给你看。然后他们越吵架，车子越开越快，越吵架，车子开越快，好危险！我那个朋友就是脾气发起来，越吵得越厉害，车子再开咯，他就门打开了，就飘下去，他自己掉，生气了，发脾气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想，他可信跟我的可信好像有点蛮像的。我先确定啊，不是我，不要讲哈。你绝对会掉，上次接下来，三姐每次这样嘛？啊，我有一个朋友怎么样？没有，一讲难过，他自己就潸然泪下。你小心哦，你要被公干喽！我这个朋友就嘣掉下去，这个手手上的乱七八糟，门牙一个就嘣没有了，应该撞到点的，知道吗？那个门牙没有了，然后他好险的后面没有车，因为我跟你说，他如果掉下去后面有车子，那撞到很倒霉，就嘣，对，就是觉得，所以啊，我告诉你，英国好像也还是有了。
我们也会猜英国一定有，因为比如看到你的个性，哎，我都是在家里吵架的。好了，不过我也觉得他就是那种会冲动跳车的人。我就是因为我有错过这一次，可是我更红的。隐形红的，对不对？在跳，在跳啊！对不起，不，我就走了。不过这还算聪明。我一个朋友，他是比较惨，他是你知道，他也是跟他老公吵得很厉害，就在高速公路上，就两个吵得很厉害。他说：“你给我靠边停。”然后他老公就：“好，你给我下车。”然后他真的。高速公路上，他就真的下车。哇！结果呢？你知道吗？高速公路没有计程车，没有便车可以搭。他就这样子走了两个小时，大太阳下走两个小时，走到交流道，很惨呢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吵架一定要看场合。就在高速公路上，而且就不是她老公，就算要回头也没办法嘛。对，没有办法掉头啊，回头无法掉头啊，在上面 battle 啊，没错。所以我觉得吵架千万不要在这种。给自己完全没有办法，对方要回来也都没办法回来接你。那个气上来之后有没有？你什么都管不了，都想不到。没错，就好像有一个人，他就气到崩溃了，你知道吗？思思，崩溃吗？看不出来吧？看起来非常温柔嘛，看起来不像是生气耶。真的没看过我发疯的样子，我。阿飞温柔搞恩爱，气象遭姐妹们质疑。你今天几点要到啊？那我到后我就去买票哦。然后呢，你要小心哦。我都会这样子讲哦，我都是这样子哦。对，因为他经常给。对呀。对，你说说你很美。真的没看过我发疯的样子，我。我们现在听听看是怎么一回事。因为像之前就是有一阵子。我朋友同学在泰国那边自杀死掉了，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那一阵子我很怕黑，很怕暗，不敢一个人在家，所以说跟着老公一个礼拜，老公去哪里我都跟到哪里。可是一个礼拜之后，老公就受不了，说我为什么整天跟到他，他去到哪就跟到哪，他就在楼下的时候就给我解释说世上没有鬼了，你朋友已经死掉就死掉了什么的。我觉得说已经过了一个礼拜，我快好了，你不要再提起来，他就死都不让我跟，然后就骂我乱七八糟。可是那时候他越讲，我就会想到那些画面，我好怕好怕。那时候我就在大马路抓狂了，我就说好，你不让我跟我走，我就要冲到大马路旁边。他那时候他吓到就把脚踏车丢掉，就拉着我。可是那时候我已经不想要跟他了。嗯，对，然后就大疯大叫大哭，我说我走，我自己我走，我走。在马路上，在大马路上。对，可是那时候我就大哭大疯，已经疯掉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就是顾我自己这样子，形象也不顾了，就是大踹，而且他越抱我，那时候我越激动，我越把他推开，我不想要再靠近他，也不想要看到他。然后我不知道谁叫了救护车，然后就把他立起来了。应该是路人觉得事情不对了，会出事了，所以叫救护车了。我是我人生第一次坐救护车，然后我坐了救护车去到医院，我也是没办法看见我老公，我就是一直就是要叫他走，然后大哭大闹。可是我哭起来，我就是比较会喘，然后就是手啊、脸啊都会麻掉这样子。医生就叫我说深呼吸，就是慢慢呼吸这样子。然后医生以为说就是我老公是不是对我怎么样，我没办法看到他。家暴。对，就是我一直叫他说家暴了。我那时候就是没办法再看到他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魔鬼。那时候我是觉得，现在是两面，像那么多，像不像我？他好像我，真的，你就像林梅。跟你讲，世上没有鬼。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这样子讲了。喂，救护车，救护车，我老婆可能快不行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好，快来看。没有，世界上没有鬼。老公自己打的，也刚好欠揍。然后我的店里就在楼下，然后隔天就是有邻居嘛，就看我的时候就看我好像是不正常的样子。可是我想要跟你们讲，我是很正常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再问清楚一点。所以当时你跟你老公，你那个大哭大闹的地方是在马路上，就在那个马路是在家门口哦。对，就是在家里楼上，因为我是跟着他的电梯，他就还没有骑，他就一直走。所以邻居都看到了，都看到，而且我的店里也刚好在楼下。然后就是隔天我去就是包槟榔的时候，邻居呀、就扫地的那个什么，对，一直看我就。也不敢很认真的看，就这样偷瞄我，就说我昨天就是真的是一个疯掉，而且我从我们大楼疯到对面大楼，哇，你疯的范围好大啊，真的，我从对就是从我们大楼跑到对面大楼，然后在对面的大楼电梯里面，所以你先生应该也吓到了吧。也对，吓到了。可是那时候他在，就是一直跟我对不起，已经没有用，来不及了。对，我已经疯掉了，对吧？疯掉了。
那我们再来看看，这是比较火爆的场面。那么刚刚呢 ，Eva。Emma， 你写的是冷战，这个答案有没有？啊，呜哦，哦，视若无睹型哦，这很可怕哎。你有看过吗？还是你自己有过经验？我，这一定是自己嘛？就是你，你跟你老公？因为我大部分跟我老公，我跟 Sandra 感觉是一样，就。外丑就嫁丑不要外扬，然后我们要吵架的时候就是要回家在家里吵就好了。但是有一次我们刚好在家，然后他跟朋友讲电话，对，所以他跟朋友讲电话的时候是礼拜六下午，然后他就给他们说，哦，好好，那你们来游泳啊，好好，那你们来吃饭。然后我听到了，我想说礼拜六啊，下午啊来吃饭，怎么了？不行吗？那我家里也没有打扫，我家里什么都没有准备，我东西也没有买，你到底是怎样？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哎，没事 ，OK 吗？自己来，自己来，扛着扛着。哦，然后因为他有煮饭的都要我做，然后煮什么甜点的都是要我做。后来朋友来我们的家，然后他是帮忙，没错。可是前面这几个小时都是我来做啊。那你现在给我怎样？20分钟吗？那就不要做嘛，叫外卖还是？什么嘛，叫便当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不行，这些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家，然后如果我波兰的奶奶听到了，你是给他们随便吃，这个是非常没礼貌。没礼貌，对，没礼貌。在波兰是非常没礼貌的。然后他那时候给我说，哎，奶奶也不在，然后这也不是波兰，然后拿出来，好，然后就给你看了，好，没问题，好，请他们来，好，没问题。他们来的时候，哈，你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专门跟小朋友玩，连看一眼都不看，再也不看他们。他们，我记得他们也很笨，因为他们待了3个多小时。那我想说，你已经知道我这边有东西发生了，你已经知道我心情不好，你已经知道我连看你不回家都不想看你，你还不敢回家，干嘛还在这里？所以那时候是我老公，然后老公，你还好吗？我都 OK。没了，不再讲了。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这是唯一的唯一次，我们是在朋友的面前吵完吵架，很恐怖呢。真的吓到了，真的。那可是哦，你看哦，比如说像是Eva， 她感觉就是一种很理智的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感觉不说话可能会死掉的话呢？三爪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我不讲话我就会死。对啊，所以我跟你说，我不讲话，然后我那么乱动，我就真的是会死掉了。我搞不好我就撞过，搞到死掉的时候，所以要你死了，可能还会动。千万不要讲话，我跟你说，我死掉以后可能还会动，因为我真的是静不下来。可是我发生过这种事，可是我们家是倒反，他不讲话啊，吵架的时候是。我老公就不讲话，不管是谁在旁边，他一定会拍那个大扁脸的给我看。他就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个大扁脸一定会出来了，真的是好像大片一样。可是我有碰过，我们有一次跟他的朋友跟他的老婆出去，他朋友老婆我跟他，我们四个人而已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出去去看电影，然后去吃饭了。可是看电影的时候我已经不算了，去看不是我想要看的电影，然后我就已经就是觉得很不带队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好了，很不带队了，2个小时我看，然后要去吃饭了，吵了。还有选择我不要吃的菜，然后我就变成一加一就开始一直加，然后到那边要开始点东西，他就不理我嘞。自己点自己的，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吃什么啊？你这东西要听什么啊？我这个牌子在旁边是算什么？就是鬼啊，就是没人啊，他就是一句话就不问。他拿那个美女啊，你今天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吃什么？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吃什么啊？我都没有，我就没关系啊，没有问也没关系啊，我没有差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去上厕所一下嘞，然后我上厕所我就干嘛？回家。哇，我就回家，然后他们就开始10分钟、15分钟、20分钟，哎，人是不是拉肚子？是不是怎么掉进去了？你知道，叫他老婆去厕所找我，厕所没有这个人呀，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厕所没有这个人，不是，感觉厕所客满了，但是没有这个人存在，就是没有这个人不见。然后你知道，最严重是我先去关切。因为要把那个脾气就发一点点，然后一片那个路上就回家了嘛。回家你是不是应该要收到他的电话？好紧张，他问问你在哪里呀？没有哦，真的是一通电话就没有。可是过一阵子我老公就回家，应该要你在家里，你到底什么了？你有什么不见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没有讲话哦，他也没问，没有讲话，开门没有讲话，去房间也没有讲话，去洗澡
也没有讲话，就是什么都不讲，什么都不，他要帮忙一个晚上这样子什么都不讲，然后他也不讲的，我就背着野猫喊，野猫喊，野猫喊，这个时候就糟糕了，大家都可以跑掉了，因为家里面的东西就开始飞出去，因为没有没有，我就被他受不了，因为你不跟我讲话，我就去把你骂回去，我就不管了，你一个人听，然后更严重，我把你骂骂骂骂骂骂骂，你还是没有讲话，你就跟着话一起话而已。神经病，去看医生就走，每次就跟我讲这一句话，所以啊，我现在我有开，我就不讲话。该你不讲话，现在该我不讲话，该我不讲话，我行，你做得到，五分钟，五分钟可以，五分钟可以。可是我不讲话的时候，别人就会去逼着他，很恐怖。因为我不讲话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会发生的什么事，我那个气你不知道从哪里来，所以我觉得，嗯，哎，你就跑出去嘛，然后把老公的信用卡带着，然后一起去狂刷卡。我刷卡以后不是我们要加加不加，太累了。那我们看看这个。思思，思思，你刚刚写的是四老何四老有没有？有哦，要人做公亲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像我之前就是跟弟弟去逛百货公司，然后就在推车的时候，就是有一对夫妻，他老婆要他老公买黑色裤子，可是他老公就喜欢白色裤子，然后那个阿姨啊，就是把我拉过来，小姐，你看我老公是不是穿这个黑色裤子看起来比较瘦，对不对？他那么胖，然后他老公就站着说，小姐，我有胖吗？你看我有胖吗？那时候我想到那个画面，他肚子都快顶到我了，我就笑笑的，我就说我不知道哎，我就这样笑笑的推着走了。哎，好尴尬哦，就是会遇到这种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美，美美刚刚写的是哦，亲热是你哦。没有，没有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热情如火。OK。因为在印尼呢，很少在街上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么亲热的画面，因为会被说到底结婚了没有？跟什么步骤叫做亲热？就是因为有一次呢，我在那个就是我搭火车，然后下中立嘛，然后就是出去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有一对情侣就是在亲热，就在亲嘴，垃圾，垃圾，在垃圾，对，然后就是还会那个磨，就是背就是会磨，然后就是会有动作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我的视线就是跟着他们这样子，就是没办法离开，而且你有没有办法离开？没有看到傻眼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可以就是不顾旁边有没有人，当时美美就流口水。哦，美美你来，比如说，哎，原来你那么矮哦。所以他是就这样子抱着，然后这样子摸，还是说有这样啊这样子这样子？没有没有到那么夸张，动作没那么大这样子，可是就是在亲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有摸，然后他们就两个就是在亲这样子，后面是有摸，对的。那我来演美美好了。哦，你好坏啊！我根本没有这样。看着一只眼睛没有办法离开。对，我说我没办法，因为没办法那么开放，要就在房间里面，不能在街上这样。那我跟你讲，现场有一个翘楚，什么叫翘楚？你们知道吗？冠军的意思，徐小可。不是翘楚。哇，原来翘楚。你有啦，你有啦。没有，不要客气啦。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但是就是开车的时候，就是像他的手一直在开车，另外一只一直是抓着我的手。请问你们结婚多久了？一年多。一年。公共场合搞情趣，露露要老公现场舔。我那的时候我就开玩笑的说，哎，老公帮我舔。的手一只在开车，另外一只一只是抓着我的手。真的，你们这些贱不合啊！没有，我们都是过来人啊。但是呢，我要讲就是，因为在刚开始呢，我们都有一个就给彼此的心理建设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今天发生了多不开心的事情，就是一天一定要讲五次的 love you。是哦。什么？好呀，就是我们一样。
然会吵架，但是就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还蛮甜蜜的。然后就有的时候，例如说他在开车，然后背会酸啊，我就会用手这样绕过去，然后帮他这样捏，然后我就说舒服吗？然后就会说大力一点，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呢，舒服吗？然后就有你真好 ，Love you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就是你都怎么叫阿 Ben？ 公公。哎呀！他叫你什么？他叫你婆婆，你看。口音有点变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公公。哦，公公，对对对。可爱啦。对。那请问你会不会说公公？我们现在上车车。我们回家赶快来。我没有那么多碟子，但是都会用一些娃娃音。娃娃音，他很会娃娃音。比如说怎么说呢？就是看电影的话，就会说婆婆，你今天几点要到啊？那我到后我先去买票哦。然后呢，你要小心哦。然后我都会这样子讲哦，我都是这样子哦。对，然后他会讲。You should be so gay。像我这么 man 的人，也是很多人都怀疑啊。所以今天就算再生气，你在当下听到这种声音，你都气不起来。有的时候也会怀疑啊，那是因为……我跟你讲，如果是 Sandra 或者我们的去采纳之后，才会一巴掌越来越大。对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当场很亲热、很开心，我们在旁边看的就受不了。是，我有一次去一个牛肉面店也是一样，非常有名的哦，就是那种上了什么冠军的，然后加面加汤不用钱，可是那一天当场满满的，没有人去加面加汤，为什么？就是来一对像这样子的，从头到尾就。公公也是要叫公公，我要汤汤，我要太多碟子水水，然后呢全而且声音很大声，然后呢女的演得很愉快，男的也跟她演啊，婆婆水水来了，哎呦，全部的人就鸡皮疙瘩一直掉一直掉，没有人敢吃不下去了。就后来终于有一个人很见义勇为的一个彪形大汉，长得就像龙翔一样那种，哇，然后呢很快的就拿着汤碗。到老板那边，老板我要汤汤，板我要板汤。哇塞！汤汤加面面，不要辣辣。你咋这么想讲这话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可是我跟你讲，甜蜜的夫妻真的就是不管结婚几年，应该都还很甜蜜。思思有看过这样的画面是不是？有，就是我们亲爱的如如。之前去吃饭啊，他们背对面就是背这样子，还会转过来亲一个，然后讲电话的时候会讲亲爱的。然后我有一次是亲眼看到，就是在我们这边八大后台这边，露露她自己喝咖啡，然后自己不小心把咖啡用倒了，然后她就坐在那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然后她老公就跑去拿卫生纸，她老公很认真的在那边擦地板哦，她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哇，她老公对她怎么这么好，而且还这么恩爱啊，真的，这会有什么了不起？真的，对，加油，我们要加油啊！加油，祝福先啊，加油！现在很想打徐小可跟朱子的，请举手。其实很重要，对啊。那么朱祖，你自己也承认嘛，跟老公是很甜蜜，对不对？我上个礼拜，我跟老公跟朋友们一起去咖啡厅，然后呢，那个服务生就自己就不小心把那个饮料就又倒下去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都穿短裤，我跟老公，然后呢，老公就很自动的就帮我擦，这样子，对啊。可是我是觉得这是应该的，而且我那的时候我就开玩笑的说，哎。老公帮我舔，你看自己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正常热吗？没有，然后我老公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老公真的就，哦，现在，哦，现在这样子，然后我不是，只是开玩笑，对，我觉得如果我说，你老公怎么那么老实？哦，这么甜蜜啊，我们就是啊，可是重点。我觉得思思啊，他们的夫妻比我们夸张很多。他还说我怎样怎样，他们还不得了。我们每次啊录完，他就有的时候就穿比较
low 一点，或是非常短的裙子，或是那个，然后呢，那个老公就来接她嘛。她老公哦，看到那个思思就这样子，呜，呜，这样子看，哇，这下真的。然后我心里想，哎，你慢点，可慢慢找了，真的受不了。我心里想，他们路上的那个脱光光的，已经不是看过几千次了吗？对，对，然后还是觉得那种谈恋爱的感觉。然后我上个礼拜我们就一起去吃饭，然后她老公也刚好来了，然后就思思在这里，然后老公在那里，我看老公的手好忙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然后思思就穿很低腰的那一种内搭，哎，内那个什么短裤，短裤，对。然后不是这边有狗狗，我看他的手就放进去了，有，是哦，你什么？那是我吗？哎，怎么真的没感觉？当然是你啊！难道是我吗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问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回来我的位置。真的，所以干嘛来挑战？她老公到底是魔谁？对，我到底魔谁？昨天我没有感觉。那现在呢？就是要知道，她老公到底不是你了，没有，是你车子里面还有谁？好几个，不是在车子里面，我们在包厢里面。就别人，这就是你啊，是我吗？啊，对，是我啊，我们在头顶那里啊。反正不管是摸到谁，应该都不是摸我。好。我们看，还有看到，还有人看过比这个更厉害的画面。林志玲，你刚刚写的是也是亲热，这个亲热跟我们现在讲的亲热不一样吗？对，不一样。我的遇到过的是比大家还要夸张。哎，哦。就我那个晚上去读书嘛，啊，读书就骑下课骑车回来，啊，骑，结果哦，我吓到整个腿就软掉了，啊，把车停下来就一定要走啊，保佑平安，保佑平安。你看到什么？原来不是地震哎，啊，结果是那只有那一台车在那个动摇啊，在动摇，哎，动摇动不停，就好奇了，就赶快走近看。你就去看，你还去看，结果是一堆男女在那边蹲在炒饭，炒饭，翻滚。他那个内载车子是那个修理车的长，然后那个椅子可以放平的，银色车子哦。哦，那个你也看得太清楚了吧？真的看清楚，那通常要看到这么清楚，这个是车窗的话，要这么看吧。车嘛，啊车窗边有啊，啊一只安尼看，原来是，啊一个是太近了，他真的过去，真的，我真的有过去看，真的一堆两个，一个白，一个黑的，哦，这白的，黑的，他们这样子看到你，他们有没有停下来？就我停下来了，我已经就是那个停，不是，你心里有没有发现你在看？哎，停下来是黑。来在车的人，白啊是乌的，有停下来不？我一起停车那个路边啊。我也当动作，林志玲，他们脸都朝向同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好刺激哦！看到啊，受不了，就后来就回家了，受不了。林志玲他好直哦，受不了就赶快回家是对的啊。找老公，对，当时叫你找公公啊。那是讲哦，林安开车啊，跟你讲，喂。来接我！你讲你说 OK， 哎，跨所在啦，较安全，莫让人跨掉啦。哦，跨所在，真可爱。好，我们再看 Tina 写的这个爱吃醋有没有？有。看到怎么样？人家那个吃醋的状况，因为是还有一次是。
我老公是载我骑摩托车嘛，然后就刚好是那个红绿灯嘛，然后停下来，然后旁边也有一个一堆应该是夫妻年轻人跟我们这样子一样，然后是那个男生就一直干我这样子啊，我也没有装什么很夸张，就是真很正常的，但是干我的脸呐，对啊，那应该是想说就是外国人还是什么的吧，他一直干我，然后我是干嘛这样子、啊，然后就一看到那个女生在那边摔安全帽了，他带了一个他那个女朋友还是女生，他就把安全帽摔下来，哎，摔下来，对，应该是。他看到老公，他老不是男朋友是看我的吧？这样哦，所以你觉得那个男朋友看你是因为你太漂亮？应该是因为我也没有说很丑吧，因为是，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为了是应该是这个世界大面是吵架，然后就丢人，好像变成很吵得很厉害是干的，然后我赶快走。哎，可是要是你的老公看别的女生，你会不会生气？哎，如果是比我漂亮的话，应该是会。会，也不是生气，还是会，奇怪，怎么是干什么东西、啊？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香妮。有一次我老公带我们去朋友，我老公的朋友家里去那边打牌啊，结果有一个牌友，他老婆很会自助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爱啊，他什么都爱，很爱自助。啊，结果那一天。等于我们约跟那个朋友约的时候都，他不会让他老婆知道啊。啊，那一天我们在那边玩好几个钟头嘛，玩一玩，突然都听到那个他老婆的声音，一边爬楼梯，一边在喊他老公的名字嘛。啊，结果那我们里面的人，他们因为他知道我跟他老公，我们很爱打牌嘛。啊，结果其他的人说啊，你赶快躲起来，赶快躲起来，他们叫我。他们叫我，我跟大老公在搓手，因为旁边对亲的门就是搓手的门啊，他们叫我说赶快躲起来，赶快躲起来，因为大老婆都是会自助会闹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要叫你跟他老公去躲在厕所里啊？因为大老婆过他进来的话，感到我在，大老公在哈。你们又不是在干嘛？你们在打麻将啊？问题他不会啊，他是不会讲说我在打麻将啊。但是会乱想啊，哦，反正有感到你孩子的话，就是不行，哦，不能有女生，对，那你们两个应该分开躲啊，两个女孩两个躲在厕所里面，出来不是更尴尬吗？老婆装黄胡巴掌，老公竟然装傻不当一回事，都受不了，就一巴掌给他，让他清醒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怪在那边怪要抓狂啊，他。都是这样笑的，你们俩应该分开躲啊，两个女孩两个躲在厕所里面，出来不是更尴尬吗？啊，结果躲起来的时候，大老婆上来，啊，结果我想说，啊，等一下他会走了，结果他一过来踢那个门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说，哼，我抓到你们，我就快要软掉了，脚都软掉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其他的人都在一直在解释啊，连我老公也在呢。你老公也在？我老公带我去啊，所以说。你老公应该跟你们一起躲进去比较好啊。没有。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厕所干嘛？不是，但我是在打麻将啊，我老公是在跟其他的在聊天、聊天喝酒啊。哦。所以说他不会想我老，他不会想到我老公，因为我老公不喜欢打牌。啊。就是赶到我的话，他会想说啊，一定我老公有在啊，因为不能有女孩子就对了。啊，结果有一天他一直一起，你什么跟他解释哈？其他的人跟他解释，他都是不要听，他一直说我跟他老公有一腿，我都受不了，就一巴掌给他，让他清醒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哇！因为等一下这么讲。他顶不进去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是一个非常特例的这个案子，对，明明很清白的，一定要弄得很不清白。对，我想说，我一定不甘愿躲起来，你还在乱想，说我跟你老公有一堆，干脆我一巴掌给你，让你惊醒一下嘛。对呀，你应该在火爆浪子那一型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喽，朱子，你有看过什么样的状况会俩公？哦，管小孩哟，对，管小孩有没有？好，哦，有啦，管教或者是放任小孩的罪行。我大概两年之前就看到很不可思议的画面。我去那个武岩山的那个美术馆，北美馆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那的时候就展览就非常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动画片。然后呢，刚好我的前面。
大概前面就一个夫妻跟小孩子就排队，然后呢，那个小孩子把那个他的水壶在包包拿出来，然后就开始乱玩。对，然后呢，刚好他的后面的一个大学生，他就碰到了水，所以他的衣服就湿掉了。对，所以他就抱怨那个爸爸妈妈说：“哎，我的衣服这样，你还没有管你的小孩子？对，你管你的孩子吧。”对，然后呢，那个妈妈就马上就翻脸，然后呢骂小孩子，然后嘛，小孩子就哭得很夸张。可是很奇怪的是，他的爸爸，对他的老公就不管。就他只是看那个一个 catalog， 然后就一直看，然后就这样子而已。然后那个老婆看到那个就受不了了，然后他在后面突然就打老公的那个头，对，这掉，然后他就骂他跟老公，然后老公当然是不爽啊，在这么多人前面就被打，对，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吵架，然后小孩子在旁边吓到，然后又更哭，非常乱七八糟，一个混乱，对，很乱。然后就我觉得哇，这个画面真的不美了，对。然后呢，我在韩国也有看过类似的，可是很不一样，跟台湾的处理的方式很不一样。对，我在韩国是一个法国的展览会，然后有很多小孩子也是没有错，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就看到一个作品是像我们那个马桶一样，马桶很像马桶的，然后小孩子就看到，然后很开心的在那边尿尿，美术馆里，对，然后呢就妈妈爸爸就吓到，然后把那个赶快擦，然后呢就这样子，然后小孩子看到爸爸妈妈这样，自己就知道自己错了，对，做错了，就很自然的知道，然后就开始哭了，他也开始哭了，然后妈妈爸爸不要哭不要哭，非常小的声音就不要哭，这样子这样子处理，结果那个美术馆的管理员就进来了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小孩子这样子的地方就不能在这边就让他哭嘛，所以就带他出去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小孩子就看到这样子，哎，不对劲，然后更哭这样，对。然后呢，他的妈妈爸爸就突然就跟管理员说：‘嘿，小孩子已经知道他自己做错了，你干嘛在这里骂我小孩子？’然后骂那个管理员，然后结果管理员。”啊，对不起，结果是管理员就对那个父母就道歉，差很多，对，就爸妈很保护自己的小孩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也不美了，对，太那个，就是两种事件都是发生在美术馆里，不美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呢，这个Ava， 我儿子现在两岁多，两岁半，我常常带他去公园，然后哪边都有什么溜滑梯啊，他可以玩。他平常会带他自己的玩具，然后他自己玩，或者去溜滑梯，他都会自己处理。然后有一天，比他大大概两三岁的哥哥过来，然后给他抢玩具。那个哥哥抢，然后他也不给，哥哥抢他也不给。然后后来这个哥哥打他一巴。然后重点是他爸爸妈妈在旁边啊，坐在那边连一眼看都没有看。我儿子开始哭，大声的哭，因为他想说那为什么你在打我？这是我的玩具啊，你干嘛抢？所以那时候我就走过来，直接跟这个小朋友说：“你以为阿姨不会打人吗？你再一次打我的小孩，你就试试看，阿姨一定会打人啊！”我该凶的时候就会凶，所以。因为我想我要保护我的小孩，然后我是讲很大声的，给那个爸爸妈妈听，他们连看都没有看，连看都没有看。天哪！那我想说，你没有给我说对不起算了，你没有给我儿子说对不起算了，可是你没有处理自己的小孩。对，哎，香妮，你刚刚写的那个板子上面，你写的是把另一半当佣人，对。是会有这种人吗？有吗？真的有，把另一半当佣人，香妮应该不会是要说自己的经历吧？把另一半当佣人，有没有？来哟，有。什么意思？跷跷板型。
这是一个学名吗？不平衡。这个跷跷板型就是说一个比较高，一个比较低，一个像太后一样，一个像佣人一样。哦，哎，一高一低的感觉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果然是学名。因为以前呢、啊，我伯伯还在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去看舅舅嘛。哎。啊，结果去舅舅家里的时候，我舅妈应该叫她舅妈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等于我舅妈就是放那个臭脸给我伯伯看。哦哦。哈。啊，结果我好像他是，好像他要让个人家知道啊，他是老大。女主。对啊。哈。有一次我老公跟舅舅讲说：“哎，舅舅，你那么深干嘛？你买一台车嘛，开买一台车子来开呀、啊。”啊！结果舅妈听到了，她走过来，她说：“哼，但那里有办法，连驾照都不会考啊！啊，像不像我们家里的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啊？”她是这样讲。哎呦，对啊，她真的讲话很听，没有办法听得下去的。啊，结果我想说，我舅舅在那边，我伯伯在那边，最少舅舅要有一点反应啊，那人的反应啊，她都没有。笑一笑而已、啊、你知道吗？我快在那边快要抓狂啊，他嘿嘿，但是这样笑一笑，真的嘿嘿而已、啊，真的那个笑容出来嘿嘿这样子、啊，他把我就做当时好像一个利用人一样。那你好，反正他叫动脚戏，他都是要按照他的意思去做，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。不会啦，你的舅舅都可以嘿，表示他感觉。不是我在旁边在瞪。邓大的反应会不会说代表一下？等于姐姐在家里全部都有在，结果他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就是什么样子类型的夫妻都会有。那现在还有一个板子还没有开，那它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。还有相敬如宾型。我就像遇到冷战，不是，那应该是说态度过尊重，没有，不是，是不是？如宾一般是原来就是你，我跟我老公是相敬如那个宾客的宾，因为我跟我老公，就算我老公帮我拿什么东西，我也会跟他讲啊，老公谢谢。我们到现在，我老公来载我，我还会跟谢谢哦，让你这样很麻烦，我会这样子。但是呢，这种如宾我真的看过这种，就那对夫妻啊，在我们整个聚会里面就是特别奇怪。你看到呢，他讲他老公，我们一般叫公公啦，老公啦，什么或死鬼呀、啊？他没有，何先生怎么样？何先生怎么样？然后他老公跟说他老婆的事情，说陈小姐，两个人没有说我们家那个死鬼没有，都是用先生小姐在称对方，而且更好笑就是说，如果他老公拿什么东西给他老婆，他老婆是这样子，谢谢哦，就是完全不看他老公，对，两个人非常的冷漠。两个人在整个聚会的时候，视线都没有看到对方，完全没有看到对方。后来才发现说，原来是这个老公曾经多年前外遇过，老婆一直心里一直有疙瘩，过不去。对，那干嘛不离婚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他两个人住同一个屋檐下。有时候可能有小孩，有一些东西是没办法。对，可是这种冰宫一样的，我是说别人，我在劝你吗？没有，我是说别人。没关系，我没有说你。不真的、啊，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各式各样的这个夫妻类型都会有。但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姐妹们一样，就要吵在家里吵，不要出去，这个麻烦到别人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请注意安全，不要就玩就是那种发飙干嘛的，就玩过头了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今天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三位特别来宾，还有我们的姐妹们，快来帮我们按赞。还有订阅呀，拜托拜托，再拜托。